强雌寻宝第二十三天，兄弟们，有粉丝留言说，两年前他掉了一部苹果手机在这一片，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好家伙，两年前就丢了，现在捞上来也怕只能换一个不锈钢铁盆了。话不多说，来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一捞，走起，走着。好家伙，第一捞依旧是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，再来一次，走你，走着。我操，感觉没什么东西吧？让我来看一下。走你老大！这啥？哦，这是一个黄油喷剂，感觉里面还有东西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。这真的是河里啥都有呀，连这个都有，啥也不是，我要着也没啥用，卖废铁它也不值钱呀，这个东西。再来一次，走你，走着。我操，兄弟们，啥东西这么重呀？这啥？我靠，拉上来看一下。我操，拉上来看一下。我操，这啥这么重？这是一个煤气灶吗？这个应该还能用吧，看着挺好的。这个东西最起码有几十斤，这个麦飞碟肯定值钱，兄弟们发财了呀。兄弟们再来一次，走你，走着。我去终于拉上来了。我靠，这个黄你看这么长，从那边到那边最起码得有八九米吧，拉上来看一下。哎呦我去！看这里面有没有鱼？里面啥也没有，也没有鱼，什么都没有，啥也没有。里面也没有鱼，一条小鱼都没有，啥也不是。这么大个网子，一条鱼都没有。我靠，这河里难道没有鱼吗？白费我那么大力气拉上来。来，兄弟们，来看咱们今天的收获，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黄油啊。里面还剩一点，咱要着也没啥用，带回去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。另外还有一个这东西，这是一个煤气灶，这家伙老重了，得有几十斤。这个卖废铁起码得卖几十块钱呀，真好。还有一个这东西，这是一个渔网，这个渔网有好几十米了，里面但是没有鱼，咱要着也没啥用，咱们把它放回去吧。也不知道是谁的，真好，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